陈伟同医生男友拍拖年纪，佢近期就频频出动睇楼，似乎有意筑爱巢，准备结婚。日前大约下昼一点几，伟哥就单拖现身喺跑马地一个新楼盘，先后睇咗几个唔同尺寸嘅示范单位。佢对厨房好似特别着重咁，睇得好仔细，睇嚟都几有兴趣咁。事后记者问佢系咪为筑爱巢而睇楼，佢就话可以用嚟投资嘅。至于爱巢就要等男友买啦。事后佢又坦言同男友对结婚有计划，咁希望快啲听到你哋嘅好消息啦。